我的生活像拍了一出戏，就找了导演跟编剧，只说了台词一句，但他妈背了800个语气，操控着我的情绪，那根本不是我的口音，想让观众看好戏，最后的目的还不是在促进收视率。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摘下他们的面具，我只知道好想让这个男人最美丽，会不会一直演下去到他们满意。在回家路上看到路标指着演艺圈，如果选择往前走我就必须强壮，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冲出了好几只狗，我心想我什么时候能养这么多只狗，大根靠着路口，手里拿着重金头，好像有点怎么宿舍上某丁某会说话的狗，他说他是为了工作，看看能不能陪我多换几根木头。如果上帝我是你的天使，那你是我的座右铭，需要我照亮你回家的路，那我会送你把手电筒。告诉他们八卦是为过去的新闻，谁死的生活是永久的，因为是为留下来的，我帮他们写的歌，因为我们写过暴力动物之类的歌，始终还是我，谁都改变不了我，虽然我知道很多攻击只想剩下往上爬的我，当我到了身体上头，谁都伤不了我，这些弓箭手辛苦了你们提笔的手，我还是不把你们当朋友，因为我知道这是你们大家的工作，加油咬着苹果的狗，虽然不是我的对手，还是可以成为我的인생사고파는파파라치드라마필요없다없다이노래끝나기전에내가병원을보내줄까말까말까점점사라지는나의 privacy 로부터피해받는나의 family 이제는멈춰그만하고건져버려줘요네맘대로맘대로살고싶어요什么都没有。